发布设计师卢水春吞发布看作是人名用的，也是工业来已经改变，这家设计发布开发出新的产品，希望发布不但是爱闹，还个爱好用。2018年世界著名的比利时的黄牛西亚哥，头一摆坐上的台湾送的蓝色，台湾客家每安尼四天八黑就看得到的，也都是野作品。卢水春也买野作品，已经在几场的礼品店看得到的，是盖有台湾意象的客家农商，希望打帮野作品，不要韩国多人看到台湾，看到客家。那天不会金币队从年长开始发布设计师卢水春的亚款从年全新作品，东顶下的露出人工的基金设计好的。今年多老鼠年，老鼠嘛，我都想讲老鼠年做老鼠来看看那个应景，所以我都先发起来，老土先发起来，土发起来后呢，我都去个化妆打扮，打扮贴，然后不会。这个发布的这个配色，尾巴小条一点好了。哦，这起来翻过来就小，就小条了哈。做发布作为是工人，做的工大件作品，对设计大用多精密的加工做出来，都是卢水春自家总包的。不少件作品大件都是亚张油的，我不会听出精密度。一般我们都拿刀子割，你们可能很少，一般人家都用剪刀。虽然做发布做出去建造出名声的，不过市场竞争暗激烈，比到假设被员工成分陆水春平常还能够接到的商业订单，发布迄期在商业家下加减怎来做？虽然我哋阿做了讲，妈唔系青春钱，但是呢，我即个心肝都方有一种个想法，都会想讲，你了客家的文化，我已经投入十多年嘞，我哋遐呢不用数。我这个妈敢无唔判得。第四种嘅用人民币用发布来设计，赚唔上几多钱。不过卢水春坚持行业条路是工人嘅，也坚定想用发布开发出全新产品。就连也按将发布每几次家研发出来嘅。像你啊看到了花，系牡丹花嘛？而你一般印象中嘅牡丹花都系青苔蕊，青苔蕊。天空来都讲过，要把个花转变成现在一个太阳，还一个接受啊，都老疗法不会转换成变成水蕊，萃取个牡丹花的元素。但是呢，我过来也融入安利台湾蓝雀，台湾蓝雀融入下去的话，就更具有台湾味。唔但将爱发布好看，还爱好用。卢水春面条街改变发布头摆，仲系本一种阿婆拿来做皮蛋的形象。老产品质感提升到精品等级。经过了多年，我都从个思考讲，第二种个东西，系一种个回味。但是应用版变做人哋个日常生活个使用个东西呢，所以我都从头从个观察厉害流行趋势，然后市面上大家比较喜欢个趋势应用版，我都融入把传统个第二种个发布会融入现代。该美学思考的角度。都好漂亮哦，最棒的。2018年，全世界就动有名的比利时黄牛西亚哥喷水箱，头摆做点台湾送去的太轻松，全世界就看到台湾客家。这样是黄牛西亚哥喷水箱做的，就会卢水春自家做的。这次的卢水春不是临时接到应付，没想到啥做出按有代表新的作品。三个好好格格，尤其迄个海，唔是做歌，啊唔是空，是空歌，唔过应用版做暗色。尿尿小童又没从台湾，从比利时，啊应用版做本意合地介只脚来做，俩都伤痛啊，介脑筋嘞，所以都一摆一摆在思考，做唔错都搁重来，做唔错搁重来。做到最尾上，样板做唔出来，该害的，你样板做都像 NDD 啊做该害的，对面最尾个样板上出来嘞，拿剑刀来来剑不开，该从海来剑开来，剑开来后，后背佫贴一层海带，差唔多咯。亚鲁水村唔但抢落架生意，快赚到几场礼品店，
在台湾的国际门面来行销台湾米糊。国内民众许多苗栗客家讲，杭州的这家标记到卤水村的品牌精神。都清冬饮吗？不是看过布的黑怎么织出来的，这个布料怎么织的啊？所以啊，都从先从方摆了这东西，我本太家来了解讲哦，哎，你织布条件，都会先要把纱绕在盘头上，才能上机去织成布。因为今日哎，你每脚黑做客家发布的，所以呢，哎，今日铺本太家了解讲布样板做出来，然后呢，我本太家了解讲布的。我用板编成发箍诶，所以一铺一铺来让你讲。对盘头都印出发箱，签名张片做一批批按章诶发箍诶，而表达的是卤水村对马家都毛大饼都按用高长。就算对发箍含起动容热情，不过卤水村已经开始爱亲人来接。年纪嘛，渐渐都较大个嘛，错无？当然阿妈希望讲。好不容易从做了客家的文化做十多年，都留下来有一些基础，而且阿妈心上留了文化价值来东，有价值来东西，一直延续下去。卤水村是去关外留下来的文艺上也没开始转到不卡天数的，其中是一三年负责从一发箱，一三年负责老记做出来。虽然其中是创作理念无嘛相用，不过还是懂丢得。假设。我们不做，可能这个东西就没人做。那当然，设计是在这些花布在原有的基础之下，怎么与时俱进，找更多新的设计师，或者是更多新的想法。Maybe 是客家花布，不只是客家花布，而是台湾的花布，甚至以后希望可以变成一个世界的花布。花布的，妈一直讲起阿个生命啦，因为用板讲的。我妈唔伫遐嘛，个原因，我对了发布会特别爱喜欢。反正我那大伯看到了发布会，讲讲个发布会，我都特别兴奋。所以某个发布会对我来讲，遐嘛个青春啊，个生命啦。老发布三季看作系自家生命发展，卢翠春表示讲，未做到自家唔会做总样，像希望也按丰富按长的客家意象，做得重重久久，为替大家心肝调度，愿意会长。